做药品研发嘛，这个主要是符合我们公司的价值观，我们是希望能够解决这些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个成立才几年的这个三年多的一个企业就挺身而出了，来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投入是非常大的，投了大概是超过10亿人民币。那我们现在已经货币上市了，所以我们正在跟相关部门，包括国家药监局等等，来商量，希望能够尽快的这个汇集到这个病人。